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中国五千年来的经验是教学为先。解决问题是用会议，是用教学，长期是教育，短期的是会议，学习宗教的爱心。我们在十几个宗教请他们从各个不同宗教的经典里面找到共同点，这个共同点就是上帝爱世人。每个宗教的经典都讲到，所以有些人问宗教，你说是教育，它是什么教育？我说据我所知道的，宗教教育就是神圣的教育，神爱世人。我们要向宗教学习，向神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神无条件爱心，对一切的大众做出最究竟最圆满的付出，希望把世界上大众都能够把宗教变成一家，上帝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希望我们向他学习，要把上帝爱世人带回家庭。你用什么来治家？用上帝大公无私的爱，一家和睦，再能提升到公子的场所。无论是在哪一个行业，我们要把这个行业都看作是自己的公司行号。谁是老板？人人都是老板，人人都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。依照上帝爱心来从事于事业，这个公司就是家庭，老板就是父母，员工是兄弟姐妹，忠心为公司工作，公司做得很兴旺。要从哪里做起？希望下一代做得比我这一代还要好，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啊！要一代比一代聪明，一代比一代有智慧，一代有比一代更努力，带给下一代的是社会的安定和谐。谁带给他们？我们这一代有责任的，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圣贤的教育，宗教是神圣的教育，把这些美好的留给下一代，不要留斗争，不要留争好胜。庄严佛净土。
炮声。